一开始是在家里上班的，之后我为了打职业的话，就是每天在家里要打多的，就放弃了就是在工商局的工作。我觉得整个游戏里的话，他是一个很会带气氛的人，在输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说话什么的，没关系还能打，这波打赢就可以放了什么这种话。那时候蒙乐也是我的朋友，然后他就推荐我来打职业，然后当时我自己也是非常想打职业，后来就有机会来到中队，慢慢的走到今天。最后一个门牙，鸡精，我打出鸡精，恭喜牛弟获得国家本次完美大师赛冠军。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牛弟，漂亮的3-0拿下本届完美大师赛的冠军。恭喜牛币最终在决赛中是以2-0的比分战胜了来自于菲律宾的 CO 战队，拿下了 WCG 2019的总冠军。是的，恭喜牛币。